怎么没有了？戒指。我放在办公室，我马上回来，等我一下。啊，博东。诸位，我这个准女婿王博东啊，在工作上虽然非常能干，可是私下里呀、是粗心的很呐、你看这戒指都忘在办公室了，他已经去拿了，很快就会回来，大家稍安勿躁，随意先用一些点心好不好啊？随意随意、没关系的，一下就会回来，我陪你坐下吧。会吧，别跟我开玩笑，这时候门锁着。保安，保安，快把门打开，快！哦，王科长，快啊！我去办公室拿东西啊！久嘛，从这儿开车到公司应该要十几分钟吧？是啊，现在都快一个小时了。江小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想科长应该正在找戒指。找戒指？哎呀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随便找一家珠宝店买一个回来不就成了吗？哎呀，真是的。啊，门怎么没有锁着？保安，保安，我们到底跑哪里去了？手机，手机。哎，手机交给林立雪。哎呀，你看，我爸都已经不耐烦了。再不回来，那可就糟糕了。好，哎，哎，王总，可以可以。哎，不是你真的让我买的宵夜吗？也许真的像董事长说的一样，科长生活中是一个比较粗心的人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他回去了。啊、哦，知道了。哎，谁的电话？是不是博东打来的？不是的，是我一个朋友。我爸那个样子，哎呀，完了，他要再不回来，那可真就惨了。我拿到回去了。哎，科长回来了。戒指来了，啊，赶快戴上吧。
谁收我定件花的？我记得在花语中说，红玫瑰代表热情，白玫瑰代表纯洁，可这黄玫瑰好像代表分离啊。你为什么定这样的花？我压根没有定啊。江婷，我等着呢，快点啊，快点。年轻人呐，太复杂了，真烦死。诸位，他们还要给我们一个惊喜，大家请看。有个素人。听我解释啊，我懂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江林，江小姐，江小姐。让大家看了一个笑话啊！我和大家一样都被人涮了啊！好了，这个订婚喜宴就此取消，请大家都回吧，都回吧。马上给我滚蛋！一姐。为咱们第一步计划的成功，干一杯。哎，怎么不喝啊？啊，怎么了？你好像对今天晚上的行动还有什么不满意吗？